就在水边，这座建筑看起来跟博昂萨姆帝位于祖达萨的神庙非常像，但是年代更久远。这份贡品是不久之前放的，看来在这片沼泽还是有人信奉博昂萨姆帝。 目标。
我在听。罗雅对你说话时，一定要用心听。是鲜血食人妖，看来他被当成祭品了。凶手留下一把匕首，看来只需要一点小法术。你看，跟着那个幻影，查明信奉博昂萨姆帝的崇拜者怎么了。错，这是个很棒的战利品。你好，外来者，你找汉扎布做什么？小心点，女巫的魔法很厉害。你想买什么？愿灵魂与你同在。
跟我说你姓哪个罗雅，我就告诉你我姓谁。Thank you.
很好，这个灵魂非常有价值，我会把它献给博昂萨姆帝。我们离开这里吧，前面有座神庙叫做佐巴尔，到那里汇合。你好，外来者，一切多小心。害羞，你找汉查布做什么？等等，有东西往这个方向过来了。你是谁？你不是鲜血食人妖，不然灵魂早就把你杀死了。朋友，你好，抱歉突然打扰，我有非常紧急的事情。在外头要我先去准备仪式，你好了就去内院找我。不要担心，朋友。先警告你，可能会有点痛，应该是很痛。鲜血食人妖的战队是女人才惯事的，所以你要扮成这个样子。相信我，没问题的。好了，这样就没问题了。等你靠近村庄，魔法就会把你变成鲜血食人妖的样子。要来点巫毒吗？等你靠近营地，就会伪装成鲜血食人妖。不过记得，这伪装不是十全十美的。蜡烛摆好了，祭品也都准备就绪了，现在该来画出法阵。一切多小心，照着指示踏出脚步，画出一个仪式法阵。小心点，要是仪式搞砸，博昂萨姆帝会气炸的。
想好，现在开始击鼓。都把鼓组打透吧，没打不就。伟大的博昂萨姆帝，这鼓声因你而响亮，这都是献给你的。这声音我认得，还有礼物，很好，进来吧，快进来呀。之后也要当罗雅耶、yeah! 好，妈妈说她和国王萨姆帝有交易，所以她一定还在神庙里面。小朋友没说错，她妈妈不在彼界。去吧去吧，找到这个走丢的妈妈，武汉才是这里的主人，再把他们都带来。愚蠢的国王萨姆帝也得臣服于他。
我跟妈妈见到祭司了，他们给我这件衣服，他们人好好哦。
是吧，我要摆脱这虚弱的躯体。我跟妈妈见到祭司了，他们给我这件衣服，他们人好好哦。那边的祭司好臭哦。不对啦，妈妈才不会去那里。现在可以在彼界快快乐乐的永远在一起。他希望我跟妈妈都能再见到你。
这个灵魂还真强大，老国王萨姆蒂开心的不得了啊！太好了，我变强了。或早或晚到灵魂之庭来，我们该签下我们的契约了。要求？哼，快走吧！国王萨姆蒂，你终于离开你做恩臣的废墟了。女人呐，你看起来很聪明，却蠢到跑来我的神庙出手干涉。我只给你这次机会向血神屈服，不然就受死吧。没有人能命令博昂萨姆蒂。小家伙，你有想过对抗我会是怎样的下场吗？胆子很大嘛，凡是反抗古汉的人都只有一个下场。起来吧，我的仆众们，起来杀死这个纯罗雅勇士。收拾那个女巫，献给古汉。他手下那些破烂的骨头会向真正的死亡罗雅屈服。主人，请赐我力量。够了，算你赢了，但你不可能永远躲在这里，只要一踏出来就死定了。真是放肆，敢在我的地盘撒野。真是的，他们一定会后悔的，非常后悔。你找孤单的老国王萨姆蒂有什么事？别忘记你答应我的条件，如果想要博昂萨姆蒂的协助，就继续把灵魂送来。
们该如何破关？我喜欢这个。多拿一点到我的巢穴去，我必须先回去和主人联络。希望你平安归来。战母，遵命，我立刻出发。最近怎么样啊？
新找到目标。Thank you.
是谁？保重。范围了。
小东西，需要老伯王萨姆爹帮你一把吗？
况很不妙。小勇士，你怎么了？你的伪装消失了，为什么我的还在？这样计划要改变一下。自己务必小心，千万别死了。希望你平安归来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太远了。
厌鲜血食人妖。小心那些鲜血食人妖。你过来，我要亲自对付你。糟糕，是血雷克。上吧，要是这次不成功，我们就玩完了。赞达拉情况很不妙。希望你平安归来。信徒们，收手吧。亵渎罗雅之人上前来，过来受死。把你们的鲜血献给古汉。我们该如何摆脱困境？伟大的谢雷克啊，求求你大发慈悲，放过我们吧。手下留情！愚蠢的虫子，我们会消灭祖达萨，也会消灭你。好吧，那么就是现在。你要打国会？我中毒了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哈哈，有用啊，继续创，不要停啊。主人赋予我的力量会净化你们给我的脏东西。够了，我会享用你们的尸骨。你很强的，不过谁也别想对抗罗雅。快躲好，谢雷克来了。还以为有多了不起，结果还是死在这里。等我恢复以后再来吃掉你们的尸体。他以为我们死了，现在要想个新计划。赞达拉情况很不妙，自己务必小心。你继续，我还好，给我一点给我一点时间恢复。我得开始小心一点才行。我会享用你的血肉，把你的灵魂献给主人。之后下一个就是部落，竟敢杀死我们的罗雅，我要杀了你，折磨你，榨干你的血。你们挡不住的，祖达萨没有希望，你也一样。古汉苏醒了，古汉再起了。我们该如何摆脱困境？
食人妖。回来了，不要担心。你说你做了什么？这可是禁忌，怎么可以伤害罗雅？你需要什么？晚点再见了。